好，何小姐，我来帮你。一百万，我给你一百万陪我一晚上，怎么样？神经！我他妈给你一百万陪我晚上，给你脸是吧？他他妈这么早装什么心思？放开！周总，你没事吧？谁呀、啊？那就要看是对谁的影响更大了。反正我许和孤家寡人烂命一条，无所畏惧。但你何种你不同啊？先不说别的，听说你那宝贝女儿可是对人家喜欢的紧哦。要是那小子知道他之所以家破人亡一无所有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好孽障，你说他会怎么对你那个宝贝女儿啊？2000万是吗？我给你，记住，是最后一次。你要是再拿这个事情威胁我，许鹤，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手段。他们说的宋家，是你家吗？妍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都找你半天了。妍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何峰，那我也让你尝一尝家破人亡的